好，好，抖音准备解说了哈。我现在在帮各位摄影，是因为要帮你们做影片，所以呢，你们晚上就可以看到你们的影片了。哎，陈淑美啊，这个客人就陈淑美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跟各位报告啊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做出草的动作，而且呢，我跟各位说，待会一定会流一身汗的，啊，所以我这个暖身运动啊，你绝对会喜爱它，啊，因为会达到运动的效果。好了，赶快来，行李包包就摆到原位。
谁做到了？越走越漂亮。它的个头不高。我现在右手边这个，这个是日本人过去放炸药的，放炸药的呢，在我的左手边，小小的。所以人有多高啊，你看那个隧道就知道了。我们待会儿呢就要走中间这一条，我们右边这一条呢往前26公里之后，我们就必须要下车，要翻过中央山脉2天1夜到达雾社。所以呢这一条路线是可以到达雾社去的哈，但是必须要走路，到车子只能开到前面26公里的位置。好，我们第一颗大石头，再往前第二颗、第三颗那一颗就是了，那个就是伟大的妈妈抱着双胞胎的小孩，要想生双胞胎的赶快来跟他拜一下，拜了就有了。好，看完了巨人的头颅，请到德勇这边来，我们来做解说，解说完了带你们下水。OK， 很棒很棒，来，一二一，好，再来一个，等一下，一二，好，再来一个，一二 ，OK， 好。哇，好棒好棒，来帅哥，哇，赞，好。哎，这个微干的直接泼了。再来一次，
我帮你摄影，再来一次。继续来，过来。还有六分钟，我们要上岸喽。